Yeah.
走这边去哪里？还是要走？走路上好像比较快。走哪边比较快？他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常常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每一个自己手上的房子里面。我觉得有趣的就是，我们以前常常在学校就是困在里面，后来你不要忘记这样
跟你。Thank you.
跟你们交换。看啦。
Thank you.